说在很久以前，有个猴王孙悟空，他法力高强，神通广大。因为大闹天宫，惹怒了玉皇大帝。啊！妖猴，你触犯天条，还不快快出马！去你的吧！天兵打了个落花流水，大获全胜，但是如来佛祖却不能容忍他蔑视天庭。从此以后，那孙悟空就一直被压在五行山下，至今快500年了。放心吧，齐天大圣啊是不会死的，他只是睡着了。天快黑了，大家抓紧赶路吧。哎，知道了。后面的都看看，小心点。什么呀？啊？个一个孩子。哎呦，可怜的孩子，你从哪儿来呀？快可怜的。Thank you.
啥？大枪王，我也见。高鲁和鲁国是不会死的。想打斗士，加快。我是就盼着你能踏踏实实的，为师可没法照顾你一辈子啊。师傅，我们家和尚呢？难道每天就为了吃饱肚子？那和别人有什么不同啊？当然不同了。这化缘呢，只是做一个高僧的开始。打坐、念经、参禅，不骄不躁，悠然自得。你看为师现在不就很好吗？外面到处弄神游，念经又不能吓跑他们。那你想怎么地呀？我要取好拳脚打山妖。闭嘴。哎呦，江流儿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们出家人普度众生要从小事做起，专心的打坐参禅化缘，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，如是知，如是见，如是信解而已，一切皆为虚幻。应由急躁，相由心生，一年雨季波折之，别老打打杀杀的。你现在应该知道念经参禅。错了，是接着化缘。师傅，师傅，
你这混蛋！Yeah.
如来老儿，俺被你困了500年，还不够？你别忘了，俺可是齐天大圣啊！齐天大圣，谁在那儿？啊！给我出来！快点！怎么又是你？你真的是齐天大圣吗？切，是又怎么样？啊，他真的是齐天大圣！别跟着我，小屁孩！啊，大圣！是去那边了。多谢土地公公。大圣，等等我。大圣，你在这里干什么呀？没什么。你和佛像说话，那你一定见过。哎，上来呀，小屁孩！大圣，你一定见过佛祖吧？不，那你说我念经的时候，佛祖能听见吗？听见，肯定能听见。那老头最爱管闲事儿。你一定会很多法术吧？我知道，齐天大圣孙悟空，身如玄铁，虎眼金睛，长生不老，还有72变，一个筋斗云啊，就是108000里。哎，拔一根毫毛，一吹，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对了，大圣，你还有一根如意金箍棒。话说那金箍棒重13600斤。大圣，你的金箍棒呢？哦，戏里说你给藏在耳朵里了。好，给我看看。你这小屁孩，叽叽喳喳跟俺一路，俺老四的脑仁都被你吵炸了，能不能让我安静会儿啊？不许再提金箍棒的事儿。大圣，二郎神真的有3只眼睛吗？好厉害！哎，大圣，巨灵神是不是力气很大？很大。四大天王兄弟吗？是姐妹。那是男孩吗？女的。四大天王有塔吗？没有。那塔里有人吗？哎呀，没有。法旨在此看守于你，你怎可擅自离开？我他是谁？小小王氏，既然知道你孙大圣在此，还不快快给俺让开！孙悟空，你法力还在，现在只不过是个普通的臭猴子而已，还摆什么架子？俺这一拳下去，还不把你……走。
跑到五行山干什么？都是可恶的山妖，他们到处抓小孩子。我无意中看到他，然后山妖就一直追我们，因为我们在这儿。可恶的山妖！没有用，没有用。
是齐天大圣孙悟空。齐天大圣，你看他那一头杂毛，还齐天大圣呢，我还是提督元帅呢。我他还真把自己当孙悟空了。哎，小孩儿，来，往本帅拿着，看我来教训这个齐天大圣啊。今天给你玩命了，我好啊！想报仇，来呀！赵猴子，你别走啊！有本事你别走啊！走远了。本帅今天饶了你，别让我再看见你。你是不敢去吧？胡说！这深山老林的，他跑那么快，哪儿找去？天蓬元帅好像还没有土地公公厉害。什么土地？本帅当年统领十万天兵，36变出神入化。那臭猴子500年没洗澡了，老子闻着他那一身膻味就能找着他。小子卡猴了，别眨眼，待本帅变成小天犬，先去捉拿于他。这是，真是小天犬。哈，走喽，捉拿大圣去者。真去啊？大圣不是去那边了吗？气的事儿，说变回来就变。咦，陆大叔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我还以为你不敢来了呢。既然不肯善罢甘休，出手吧。你看。
都是你，都是你这多事的猪妖，就该拿你去飞龙。来呀，不就是这儿吗？大圣，本帅放了他吧，都是我不好。好啊，你别哎呦，你怎么老听他说话？三十六变出尘如花，大耳朵都红了。你再不放手，我可跟你急了，我真跟你急了。起来，龙真的能飞，自由自在的，挺美啊。我要是能飞就好了。会飞有什么呀，我还会飞呢。那样就能飞过大山，找到师傅，带着傻丫头回家。有一天你要是够坚强够勇敢，你就能驾驭他们。哎，大圣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石头也不是一滴眼泪，我只是一只小鸟，在寻找家的方向。我不是一粒沙子，也不是一声轻叹，我只是一个孩子，在寻找爱的怀抱。这是飞翔的感觉，就像自由的感觉，在洒满鲜血的天空，一切纷飞舞，凭着你的拥抱空气，勇敢的心，这是飞翔。缺根弦儿，哎呀！
小师傅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们要去长安城。哎呦，好可爱的孩子呀！还不快去倒茶？长安城啊，哎呦，小师傅，这长安城可去不得呀！听说那正在闹妖。这是好人，他们只是长得奇怪。殿下，我说你长得很奇怪。您放心，我们只是想在贵殿借宿一宿，明天一早就走。这真的吗？真的。啊，那跟我来吧。谢谢施主。不碍事，不碍事。毛猴子，你怎么毛里毛糙的？几位驾到，咱这小店真是蓬荜生辉呀、啊！哎，床。各位休息啊，有什么需要请尽管吩咐。还傻站着干嘛？跟我过去。这孩子怎么哭得没完没了？小丫头，别哭了，睡觉了，好不好？你看，我这还有一个齐天大圣哦，送给你好不好？有了他保护，什么也不用怕了。真安静，听惯了丛林里的声音，现在都有点睡不着了。你这才几天呀、我才睡不着。也是啊。哎，大少，我要是找到师傅了，傻丫头也回家了，你去哪儿啊？花果山。花果山，我知道，新闻里说过。新闻里说花果山福地洞天，满山遍野都是果树花草，山水环绕，四季如春。对了，新闻里说那个桃子有碗那么大呢。戏里的东西你也信啊？其实有脸盆那么大呢。啊，有脸盆那么大。花果山离这里有多远呢？差着108000里呢。我得走一辈子。不过这对大圣来说也不算什么。那是，俺老孙这一个跟头就是十。大圣，等我把傻丫头送回家，我一定好好念经，因为大圣说佛祖会听见。哼。那样我就可以求佛祖把大圣的法力变回来了。这小屁孩整天唠叨，如来老儿都被你唠叨烦了，这万一发怒再给我罪加一等，那也许吧。Thank you.
猴子，哎呦，疼死我了！快走，大王的祭祀要赶不上了。
们快去救傻丫头吧，大圣。这我管不了，我管不了，管不了，管不了。大圣，大圣，你看我这还有一个齐天大圣哦，送给你好不好？有了他保护你，就什么也不用怕了。猴子，猴子，你还活着吗？你倒是说句话呀！哎，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，可你，别忘了，你可是齐天大圣啊！齐天大圣孙悟空，身如玄铁，火眼金睛，长生不老，还有72变。一个筋斗云啊，就是10万8000里。万苦才找到你，带你出去，你可千万别再乱跑了。我一定好好打坐参禅化缘。出家人欺瞒佛祖会遭报应的。
大王，快来不及了。孙悟空，你三番五次坏我好事。孙悟空那个懦夫呢？他不是懦夫。你快说，在哪儿？
一起走啊。接着，别再弄丢了。Thank you.
呼唤总在徘徊，风中的云彩它向我走来，远处那个人还在等待，熟悉的声音已不在。你说你要离开，还会回来，曾经忘不掉的，如今你是否还记得来？转身不算告别，分离却分不开。若是遇见从前。请带他回来。
今你是否还记得来？转身不算告别，分离却分不开。若是遇见从前的我，请带他回来。我叫姚静，到这个影片上映的时候，我就已经1岁零24天了。我叫小北哥，我说我今天2岁了，我叫秦如芷，今年4岁半。我长大了，现在还没想好。爸爸，我都长大了，我就像房顶那么高了。未来就是以后，你到一个地方就能进入4维空间。这个世界非常的和平，没有战争，未来充满了希望，什么都有可能。像翅膀一样轻。爸爸小时候也喜欢看《西游记》，这是给孩子们未来的一个礼物，希望他一辈子都能够坚持做自己，永远快乐。像孙悟空一样充满正义、勇敢和坚强。唐僧骑马东了个东，后面跟着孙悟空，孙悟空眼睛亮，后面跟着孙悟空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